回老家了，还是熟悉的背景，还是那个房间。点了2杯这个蜜雪的新品，这个是抹茶摇摇奶昔，好像是冰沙。冰沙。这个是双芋抹茶。我是今天到家的，但是视频我录这个视频，你们应该是明天看见，就是头一天回的家，太累了。我爸开车回来的，开了2天，去长春住了一宿。我昨天发视频那个定位就在长春，你们应该能注意到。然后我今天晚上发的那个视频定位应该是在黑龙江。这都晚上快9点了，赶紧录一个，明天发。妈，真凉啊！这冰给我夹这老多冰，干哈呀？这是这冰沙，这俩新品还行，挺好喝。就喜欢抹茶的，估计能很爱喝，贼便宜，一个7块，一个9块，好像。洗洗睡觉了，告诉你们一声，拜拜。